现在大学生找工作是越来越难了，所以你们一定要把握这个难得的工作机会。我们的公司是非常的强大的，这些都是我们公司捧红的明星，看到没？都混到美国去了，所以你们一定要争做一个优秀的粉丝，有没有信心啊？努力，努力，奋斗，奋斗，今天我努力，明天我成功，耶耶，继续训练。集团没有前董事长。哎呦，哎呦，梅董啊，失敬失敬失敬。小伙子，小伙子。哎，那这次来是让小弟，让小弟来凑合去，那个赶紧上菜了，怎么样？先上那个三个中大楼去，再上三个鱼翅，再上三个大王吧。好，赶紧上啊！哎呀，梅董真是太客气了。这样，梅总。咱先看看孩子的才艺。我嘞，我嘞，这是怎么为你出来就摆着这一桌？他唱一段，你别玩了，成天玩游戏，还唱一段，快！孩子。我还是个女孩，给我个电话好不好？虽然我脸上不屑，嘴上随便，可是心里好想要。我还能女孩多久？我的发育不够，大人总喜欢把黄瓜都没收。我还能女孩多久？我还没有够，幸福就把我没收，把我带走。哎呀，你怎么的了？反俺不懂哈，但俺家长听着孩子咱唱挺好听，咱这大哥，那培养啥？大哥啊，听我说啊，需要这个。什么节目吗？不是超生节目吗？不是超生节目，是超度女生。我们这个节目只要女生。只要女生，谁还超生啊？你下次再来吧，好吧。下一个，怎么又上了一个长胡子的呀？哎，小伙子，小伙子，欢迎你下来啊！不是，下次再来。保安，把他拉下去。我要跳舞的。我他妈跳舞，我姐姐了吗？走，你啥不接吗？这个评委，什么素质呀？这真是。这上台之后，你演出效果要是火爆啊，必须要跟观众。说你呢，这个要想火爆啊，必须要跟观众打招呼。知道怎么打吗？在哪里？打一个我看看。我的姑娘在哪里？姐姐好吗？妹妹好吗？那个漂亮，那个好？北京好吗？我给你示范一次。前面的朋友，后面的朋友，左面的朋友，右面的朋友，二楼的朋友，大家好吗？在哪里？我的姑娘在哪里？我再示范一次给你看。二楼的朋友，哎，你好，大家好吗？明白了，过。未曾开眼，我心好惨。尊一声国王的君子，听我言。
好，唱的不错啊，你初赛晋级了。哎呀，晋级了！哎呀，太好了，晋级了！哎，你知道这群多热吗？哎呀，热死俺了！哎呀，今儿晚上请哥们儿吃喝啤酒去啊，都别走啊！别打我啊！谢谢！哎呀，俺晋级了，俺晋级了。二愣子大妹，你们好吗？咱这是在几楼啊？那不是在十八楼吗？那他为什么问候二楼的观众？下面我演唱一首。我。喂喂。什么破话筒？操！我演唱一首处女座。说明好听呀，你是啊，啊，咱要不喊，咱都没品位啊！你不要成了，你瞧不起咱，你真是。咱喊啥？曾哥，曾哥，我爱你，就像老板爱处女。曾哥，曾哥，我爱你，就像老板爱处女。曾哥，曾哥，曾哥，我爱你，就像老板爱处女。曾哥，曾哥，我爱你，就像老板爱处女。曾哥，曾哥，我爱你，就像老板爱处女。别那么高，大家看见多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著名女性栏目好三八节目的直播现场，我们好三八今天来到了著名海选节目超度女生前列腺分赛区的海选现场。我们好三八今天荣幸请到了著名海选选手她叫绵羊音处女座啊。我们好三八现在有请著名海选选手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二楼的朋友们你们好吗？我是曾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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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粉丝实在是太热情，看来曾哥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著名的歌星。好，曾哥回来了，我们有请著名的海选选手曾哥为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耶，怎么换人了？曾哥被保安提溜出去了。啊？什么节目？超度女生，想上就上了那个。没看过呢，啊，他不是因为这节目太火爆啊，老是超时，禁播了。你没播说他有卵用？这不还有呢？经过我的运作，李敏儿现在已经入选了全国十大好三八人物。哦，俺闺女现在全国十大红三八了。哎，我这个一个大事儿啊！这不你不让新闻报道报道，有什么问题？你这不知道这个事儿吗？他这不是这个活动年底才办吗？年度的嘛是？啊，这还没办嘞！啊，我这八月能行嘞？老哥，老跟着瞎扯。不，你这就干嘛去？上厕所。我就上辈子欠你的。哎哎，大哥，哎，
要不你也上个厕所呗？我上。大哥，你是不知道，他这儿的厕所装扮的跟凡尔赛宫似的，还是药厂赞助的呢。哎，没有。你去，哎去，哎，大哥，去你就知道了。哎呀，去吧，啊。喂，上班了。你上什么班？还要来跟着呢？我回来。哟，俺闺女真出名了吗？这么多粉丝呢？老马，你别放，你别放你！你们怎么打了眼睛瞎眼了吗？去那边！我就该上这边。你也尿少喝了哈，哎，不行，你慢慢歇哈，好。你别说哈，哦，孩子粉丝还真不少嘞，哦，是吗？家伙，那女厕所都挤满了。哎呦哈，哎呦，这个钱没白花，想不到啊。我看行，我给你加钱。哦，我把我那满杯的倒霉的钱都砸俺闺女身上，啊。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我们的公司的队伍是又壮大了，但是呢，我们的费用也上去了，这个连哭带喊的，连喊带叫的，发短信投票的，啊，当然了，多亏了那个傻瓜，倒霉开支票的，所以，我非常荣幸地宣布，发工资。这么多钱，我怎么花呀？我得娶几个媳妇儿。哎，你看那边那个人怎么穿成那样？哎呀，神经病吧！闺女啊！啊！咋能有一个女的粉丝呢？我这不是保密工作做得好嘛？这当明星多累啊，整天那么多粉丝追，压力太大。他不是咋一个都没有呢？哪没有啊？我这裹得严实。老爸你不服是吧？我脱了行了，你看看。闺女啊，啊，咱别摆了行不？哎，哪有粉丝啊？再等等。我看围观咱的，还不如看贴小广告的人多呢。你先别动动啊！哎，再等会儿。来，老板你看，那是我粉丝。哎，来了。哎，哥们儿嘛，我是曾哥。你们怎么不找我签名合影啊？我就下班了啊！现在找你签名合影，老板不算我们钱的。哎，我是曾哥，哎嘿！你说这咋整的你？钱不白花了？不行，我得找他退钱去。哎呀，老爸，
你说你整天倒腾选美，怎么这么抠门呢？你得给我的粉丝加钱，给人家加班费呀、啊！哎呀，老板，再加钱买粉丝啊？啊！还买粉丝啊？啊！谁呀、啊？谁买粉丝？你买粉丝吧？啊！我这有。你有粉丝？啊！热乎乎的，刚出锅的。啊？还有特色嘞。啥特色？大鸡血的。下一个，哭一个，回家吧。下一个。好了，全场王晶，你们自由了啊！怀孕的时候，如果是个意外，你这粉丝太臭了！我靠！知道我们这是什么节目吗？